是无毛宝贝。今天难得来到这个东南仓库这边，我们我还是从台北下来高雄今天聊一段子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的歌单呢，我们是照年代，就是他的出场年代，登场年代来排的，对，然后第一首要带你们来到1972年，对，1972年。歌名我先不要讲，如果大家听过，对，对对，先卖个关子这样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来第一首歌。